神荼和郁垒，他们两兄弟住在杜朔山上，他们是门神。但神仙也和人一样，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，改变。凌霄宝殿，你看，凌霄宝殿每朝每代一层层往上盖，越盖越气派。向远方，过着疯狂，听心指引着方向。我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走去远方，泪水湿透了眼眶，却看得更远更明朗。我仔细这样看着，就都不记得我们的作用。朱明月，这三个风景在哪？这里会倔强，如果能用我的热血何方神圣到此乱闯？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走向远方，孤单疯狂，不屑虚假和伪装。我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走去远方，忍住疼痛忘了伤，不在意是否被体谅。我坚信这样人算就能有希望，也相信坚持的坚持不只因为倔强。如果能用我的热血染红夕阳，告诉自己啊，再渺小的我也能伟大。哇哇哇哇，不停下，哪怕是狂风呼啸，大雨倾盆落下。如果能用我的热血染红心跳，告诉自己呀，再渺小的我也能伟大。就这样。